专题呢是由英孚的中国区总裁韦培德 Peter 先生为我们带来的。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Peter 先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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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各位网友好。谢谢今天来收听我们的演讲。今天的话题是不但是怎么很的快乐学英语，也是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学英语对我们在现代的世界、现代的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。主要是辅助你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嘛。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看美剧。看美国电视连续剧。就是媒体娱乐等等，了解到其他世界的新闻媒体等等与娱乐。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你们好，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，就是平时很少有机会跟外国朋友去练习自己的口语听力，但是我有一个爱好，我喜欢听英文歌和唱英文歌。我想问问这个方法会不会是一种就是很有用的方法。那如果它是的话，我应该就是注意哪些点，或者是怎么样去把利用我这个兴趣爱好更加就是能够把这个方法。那么所以呢，我相信大家，如果你有这个毅力想把英语学好，有一个很好的态度，那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你就不要回头，破釜沉舟往前走吧。那一定要拿出时间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去训练，多说多练习。只有就是就像你包饺子一样，你一开始包的不好，你一天包上100个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包好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感谢 Peter 先生，感谢李老师，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专题。那听之一言，胜读十年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搜狐职场言堂，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继续关注我们的继续关注
关注我，继续关注我，继续关注我。继续关注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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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关注我。